些轴令的金句，蔡依林恋爱观好正好清醒。不管你有没有在恋爱状态，我觉得自己感到幸福，能为自己感到幸福这件事情是首要功课，不应该把别人带给你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吧。一定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，大众说什么都是屁，千万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。还是会期待，但我不会觉得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很孤单，我不觉得孤单是负面，我觉得能跟自己好好的相处是一种幸福。即便是你今天有另外一半，你还是要懂得自己跟自己相处，不是说你整个人生都要付出给你老公，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快乐负责。